Mira 完成美加巡回演唱会，昨日朝头早回香港，大批镜粉早几日就去到机场霸位，有姜糖和神徒因为霸位问题爆发冲突，混乱期间有人跌倒受伤，擦损了手脚，最终更加惊动警方，要将两批粉丝分隔。 Anson Lau 今日下午为新歌进行访问嗰阵，亦都有回应事件。我冇办法 100% 好清楚件事嘅内容去脉啦，咁但系我最 concern 嘅都系安全问题啦，系所有 fans 嘅安全问题，因为其实我记得我知道呢件事嘅时候系落机之前，我就嚟到香港嘅时候，我知道有呢单咁嘅嘢，咁我都即刻我问工作人员啦，我都系问究竟有咩人受伤？究竟受傷程度去到哪裡？究竟整件事是發生什麼事？即是 我最不想的就是有人受傷，因為即我覺得我那一刻其實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很灰心的，就是因為我這五年其實我一直我都是說我的存在就是很想令到大家開心，大家追我都是為了想找正能量啦，但是現在好像我好像 create 了令到大家會拗叫，我好像令到大家受了很多委屈，這個娛樂的價值還在哪裡呢？那我就覺得很不值得，如果為了這樣而有身體上的傷害，那我覺得安全真的很重要。那今次是嚴重性是比以往是更加高，那我都姜濤和我私底下都有談過的，即是我們兩個其實是還在想解決的方法的，即是究竟我們作為藝人，我們可以做到些什麼可以是真實地有用的呢？這個現象即是都不是第一天發生的，其實說真的，那我想我和姜濤沒有人會想有這件事發生，那都不想有因為我們兩個而影響到任何人。